哎，我说乔治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呀？哎呀，姐姐，我呀，的糖果都被别人偷吃了，我也不敢睡呀，我怕我睡着了，这些糖果再被别人偷吃了怎么办呀？可是乔治，你也不能一整夜不睡觉啊。有了，姐姐有办法。来，乔治，你赶快躺着来睡觉。哎，小朋友们，我和乔治要睡觉了，你们呀一定要帮我们看住这些糖果，要是有人偷吃我们的糖果呀，你们一定要叫醒我们哟，千万别忘了，不然呀这些糖果都会被偷吃贼给吃掉的，我们两个要睡觉喽。哎呀大哥，这两头小猪可终于睡着了，我呀都守了一晚上了，快困死我了。哎呀，你别废话了，别后悔了，赶快拿个袋子装起来吧。哎呀大哥，我们还是赶快吃吧，能吃几个是几个，要是小朋友们把他们叫醒啊，咱们就吃不成了。你呀一天天就知道吃，赶快装。哎呀，好像有人在叫他们呢，大哥，我们快跑吧。哎呀，跑什么跑，赶快把这些糖果给我装。快看，他们呀都怕我们巨人僵尸，谁敢叫醒他们呢，我们把他都端走吧。